来看是这连续共估二十二期的这威力菜啊，讲张总算开出来这头奖了，啊，这头奖是伫个这台东市，啊，一个人钓到尔，啊，就是讲一个人钓十一亿块这哦彩金，有那是这国内啊，这哦乐透啦，啊，是这威力菜钓上这個，啊，开出来头奖的这总冠军，今仔是人吵吵吵，大家讲想要来分一寡福气啦。推出了史上一注上关彩金十一亿威力菜头彩。台东市新兴路这间菜馆巷门口的炮啊放袂停。早起这间菜馆巷一开门了，就真侪民众来这分一个福气，有人唔甘愿买无到，即马阁买一张来试看卖。过来看我啊！我等下买200块。系啊，啊有到无？就一个三空。这间菜馆巷前一天是卖出了38个菜馆，有一个人钓到头彩十一亿。大家拢想要知影，谁人运气这么好？也毋过头家娘讲，来买人这么多，嘛毋知影是谁人钓。对啊，都问说我们是不是中头奖啊？道贺啊，这样子啊。这边钓奖的彩金这么高，有人希望钓奖的得主把钱留在台东，帮助台东的弱势族群。以往大家都捐给全国性的嘛，因为台东其实长期都是很落后啊，啊，若再加减照顾一寡咱台东的地方的迄落弱势团体，是较好安尼啦。这边的威定菜是因为巩固了二十二期，才会蹲了这么高的彩金。不过未来台赛公司要修改游戏的规则，未过再这么歹得奖，所以以后想要看到这么高的奖金，恐怕无啥容易。记者综合报道。